房间仍一个钟声。这就是佛对众生的恩德，众生有着数不清的烦恼，佛用智德对应无量法门，从不要求得到任何回报，这就是佛对众生的恩德。世间有着数不清的烦恼，佛拥有清净无染的断德，辛苦娑婆处来回，只为让众生脱离苦难，长求得大慈无悔，呵护着众生等大因缘。从不要求得到任何回报，这就是佛对众生的恩德。世间有着数不清的烦恼，有清净无染的断德，辛苦娑婆中来回，只为让众生脱离苦难，长久大慈无悔，呵护着众生等大因缘。不愿意放弃任一个众生，这就是佛对众生的恩德。众生有着数不清的烦恼，佛用智德对应无量法门，不愿意放弃任一个众生，这就是佛对众生的恩德。